建飞，挣扎一下，挣扎一下。你敢喝起来啊？你没有挣扎。你都唱给我们练球员，挣扎，挣扎一下，挣扎一下。就是在你要死要死的时候挣扎。八四。这是你大了。机会球。嗯。等一下，上个场是吧？对。好，干！我今天就是来减肥的，今天就不吃晚饭。哎呦，圆圆，我看到了。不对。嘉丽从中国刚来的，打的正好。啊？他从中国来，刚来的，他打的正好。刚来的时候打的更好。你是越打越差了，他。打的少。以前他不会打你。正常，你这种水平到一定上就只有下来。轮他妈的好几个了，他妈不是一个两个。他们放网上去搜，知道吗？哎，对，搜什么搜？就放对，他就搜，他就觉得想要放的，一人多了。爸爸，然后妈妈在几点到？地点是什么样的？就那个地铁站，那个地铁站。哇塞！建飞举拍举慢了，放慢就举拍。挡着你，故意镜头了。你刚才不是没录吗？那你叫我录，我就录了。结束了，这么快。